一开始其实发挥的还不错，只是后来可能还是因为自己的失误，然后去造成被对手追过，然后甚至被拉开，然后就是在我很想追回来的情况下打到了 Deuce， 然后后面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那当然我想要赢的话，我也只能就是再从二三局去拼回来。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可以在马来西亚拿到冠军，因为我从第一天开始打，大家就是一直支持着我，到今天也是一样。然后我觉得在这里打球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谢谢现场的球迷朋友帮我加油。其实到第三局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双方的拍数已经变得比较少了。然后我也是希望说自己不要再有那些奇怪的失误，当然还是偶尔会出现一下，我自己也很懊恼。然后后面其实我就是真的想说还是继续跑吧，因为我好像也只能透过跑动的方式就是去让他失误。大家帮我加油，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卖力。